他 echo 吗？为什么他们不是 echo fighter？哇，踩头！马里奥，那里继续马里奥。马里奥好喜欢用空后打别人，如一道墙，很棒的空后。暴力拳，刚跌触。你好，哇，第二次，好惨哦！哇，四号，哇，两个跌出。哇，踢死了！和一本对局吗？哇！哦，哇！他想要抓他的那个瘦身，我觉得有抓到，可是他滑下去了。对，他体积太胖了，马里奥太胖了，他减肥。很平哎、欸，哇，真的，哇，哦，会死吗？哎、欸，好像不喜欢用那个二分的，哇，这个很，这个超强，这個、超强，啊，又被改得更强，对，哎呀，那个鬼应该是按错。不玩了，可哇，大 combo， 没瘦身，大概可以吧。这太糟太糟的地方，我很讨厌那个固定击飞，然后跑那么远。还是 even。大combo，使用龙卷风。哇，不平。他们在吗？他们去了。哇，这有可能吗？哇，漂亮漂亮漂亮！哇，我没有时间做附件赛，也不管了。号宽三号，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换下面。好，对，快没换。那这个是南部来的，好，这个是。我应该放他，然后吃我。好，可怜 H。再说。来，库特纳五号。Doctor Mario。啊，我没有空做副线赛。呵呵，能力不够，我现在看我怎么。
好，没问题。哦，现在两边第二场还在 PS2 上对战哦，可胜上这边 Allen 占了领先了。哦，这边漂亮一个往后退，再骗一个抓哦，骗到了。哦，现在是 Allen 的 kill percent 哦。不过这个 percent 的话，其实马六他只要赢是 neutral 的话，就可以把 percent 拉回来了。看 Allen 有没有办法抓到这个机会。现在 day control 的话，哦，哦，抢回来了。哇，这边连续放了好几个 Aspect 蒙多，这样中了。哦，哇，这边哦，蒙多刚下来用赛比抢边哦，那 Mario 抢边一个很方便的招式，因为有时候那个你要用手动输入三分这个圈去转了一点蒙多，所以 Mario 用偷吃步的方式。哦，这边 Allen 绕下来的时候，不过小心哦，直接被蒙多一脚踢上去死了。好，这边，好，这边下丢 combo。好，两边现在两边都放在 boxing， 可是这边蒙多看的是取得第一发优势，马上送上去赚到大量的 percent。哦，又来一个97%，现在 Allen 本身非常危险哦。好，等 RB 回来之后 ，Leech get up tech。好，这边被贝尔又踢一脚踢了出去，我现在劣势还在 Allen 这边抢回来了。哦，哇，这边下来那个贝尔似乎没有说他没有选到安全的选项，直接被蒙多用 Osmash 惩罚了。刚刚那边选的选项应该是不对哦，因为那边蒙多的那个 Osmash 算是很强，但照理说 Dark Mirror 那个贝尔打在秀上的话，他选对应该是不会被那个揍了。然后这边躲掉一个抓，现在在疯，没有人在疯狂拉距离。好，这边这个抓躲掉了。好，之后，哦，Allen刚刚是很漂亮，他用 down tilt 在那边逼蒙多起来之后，微微往前一步之后转身抓到了他，然后直接后头杀，这非常聪明的。那边有一个很巧妙的 micro spacing。两边都在 out smash， 两边都在奶油手指。哇，这边蒙多想要下来偷吼，哦，丢了一个 smash， 但蒙多没上来中招，没有。哇，这个漂亮，非常漂亮哈。Allen 之后这个 dare 踩的非常准的话，第一下没有踩到之后，蒙多应该是有点被那个动作骗到，觉得可以直接上来。可是他第二下，可是他第一下那个 ending lay 这样够他马上再用第二下很准的直接把蒙多踩死，对吧、啊？那 percent 不但直接追平来，直接把这个场地结束了。两边看来不打算换场地了，就在这边一路打到底。两边都在 space play。好，现在这蒙多居然下来直接使用一个 fair。好，这边这个 RB 有点太急了，直接空掉了。而这蒙多有等到，用秀等到了 Allen Osman。哇，这边上来想要用下 B 把蒙多推出去场外劣势，我没有打到。会用吗？哦，两边都在背，两边都在背。哦，马里奥就是要背。哇，这个竟然，这个 A 大招有点危险哦，现在把自己冲到场外劣势去了。好 ，Osman punish。
好，这边选择用滚哦。这边看到应该是看到蒙多在那边在背上想要骗他原地起身在后投他，直接选择滚出去，正确选项。但现在蒙多有点在，有点像一开始 Allen 他玩的方式，就他有点在等，然后 Allen 这边被等到了一个 Rich Guy 的 Chain 嘛，都没有 Austin 打死。好，这边哇，这边这个 Mario Tornado Stock Mario Tornado 还不够杀了。哦、要玩，因为我今天来不及弄，本来有一个玩家要帮我带的。哇，这边又是一个 Osman， 还有一小等那个 Osman 的时候，看有没有办法等到，给他等到一个 star。哦，哦 ，Take it。哦，他们都在 Take it。龙哥这边用了一个 Multi Hit 的招式哦，这边马上 Allen 想要仿效一下，可是。看来是没有用，我们都很安全挡完的话，还 punish 到。好、哦，真 space over， 有优势在 Allen 这边。下赌注是什么我都不确定，我从来没有研究过 Twitch。我现在蒙多领先蛮多的，对，蒙多领先蛮多。他正命只要 hold 住的话、，Allen 会很痛苦。Allen 刚才他的力气两次做到一个不好操作，就都被蒙多拉出来打死。哦、oh, okay. ，好，拿到这个被拿到了，对。100%不是不行，那 Dr. Mario 的那个破坏力和击杀力是很强。嗯，要给他抓到一个 opening 哦。刚才那不过 opening 很狼，因为两边其实那个 neutral 距离很接近，然后两边都在疯狂的 up。完蛋完蛋！哇，两个人每场哇哇又来了，位置抓得太漂亮了。嗯，他完全在 get up tag 的正外面，但是又可以打到 get up tag。他那个头出去的时候，刚好在他脚伸出来的那个地方直接碰到，然后那个头其实是不能挑战的。对，你的头跟脚打，头会赢的。对，这已经是第二还第三次 Allen 这样被这个骗了。哦，那个至少这个 break 那个 combo。嗯。哦，拍得很漂亮，拍得很漂亮。哎呀，这个。哦、我们恭喜蒙多。刚刚那个猜到了，但没有等。然后蒙多下来之后 ，Allen 他在被 punish， 然后结果就死了。